各位六六六宿会的家人，大家现在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婚礼篇。今天呢是一个好日子，周老师的一个弟子结婚，邀请周老师参加。那这个弟子呢，我们很多听周老师音频的人可能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叫何红娟，是周老师在2013年的弟子啊。当时呢，这个小姑娘成为周老师的学生，然后开始做微商，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就变成了百万年薪的总裁。然后在现场认识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学生啊，贺帅斌。当时贺帅斌是我们的学生，后来也加入周老师的公司，成为我们现场的助教。然后当时贺帅斌是这个河南人，然后呢刚开始来深圳的时候怀揣着2000块钱，听了周老师的课加入了周老师的公司。在现场他们两个人相遇了，两个人开始从相识到相恋，经过了4-5年的这个爱情长跑，今天终于修成正果要结婚了，特意邀请周老师来参加。就周老师其实极少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啊，因为确实周老师心里比较忙。但是这场婚礼我为什么要参加呢？一个是我的学生，一个是曾经这个我的员工，就跟我的家人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一定要去，然后就去了。现场真的是把我震撼了啊！超5星级酒店，豪华婚礼，光婚展的布置投资100万，聘礼131万啊！然后那个现场放他们拍的这个 MV， 那震撼全场，那比明星典礼还明星啊！然后呢，周老师也是被邀请上台，成为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证婚人，一起见证了这两个孩子从一无所有到通过自己的奋斗白手起家，在深圳扎根，买房买车，实现财富自由。那么真的是让我很欣慰，然后也很开心，然后也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因为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看着他们的命运一步一步改变。男方的这个父母也在现场。因为周老师公司的员工每一年我都会给这个员工的父母包红包，然后他们也非常熟知周老师，现场也特别感恩周老师，就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为什么能够魔术般的发生改变呢？可能很多人在现场听完他们的故事都觉得那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好老婆，其实真不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自信，他是一个自卑的，他不相信他自己的未来，我相信周老师的弟子看不上他，就是因为他内在的那股自信都满得快溢出去了，在现场1500人当中，然后比他有钱的，比他帅的，比他有实力的，但是红娟一眼没看上，就看上了他。然后两个人白手起家开始创业，这个男方也拥有自己的公司，然后这个实现了财富自由，越来越好，两个人的财富慢慢越来越多，真的是让周老师特别感动啊！其实真的改变命运有时候就在那么一瞬间，就在那么一眨眼，当你相信你有的时候你就有，当你相信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啊。帅斌是河南人，离我家特别近啊，曾经也无限的普通，家里也不是说很有钱啊，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怀揣着2000块钱来到深圳，迷茫，然后听了周老师的课程，加入了周老师的公司，然后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内在，直到最后啊，跟这个红娟修成这个伴侣，然后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司。那周老师呢，是由衷的为他们感到开心和喜悦，也由衷的祝福他们。把他们的故事分享出来，是想用他们的故事来唤醒更多的人。你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不可限量的，是你自己的内在先富足了，你的外在才有可能显化出财富。真的，自信是所有成功的基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自信的人可以成功的，就是一个人自信了，他对财富有认知了，而且他有满满的配得感了，他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今天讲到红娟与帅斌的故事，他只是周老师见证的众多这个实现财富自由、人生实现反转的一个个案。周老师这些年见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那周老师绝对是阅人无数啊。做教育培训9年时间，周老师看见过太多太多改变命运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改变？就是因为他们上进，他们有一颗上进之心，他们无比的自信，无比的坚信，他们有满满的配得感，然后再加上拼命的学习，最后加上超乎常人的行动力，他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成就。如果你们能够通过这个故事来学到了这些东西，你们也能成功。你的内在的那股驱动力，那股上进心，那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马达，那就是发动机。首先是100%相信自己，这是你成功的基石，这是第一步，这是地基。然后大量的行动，大量的学习啊！红娟是周老师为数不多的老弟子，还一直在跟随周老师学习的，每一年课程都来，包括这一次西藏的游学，他们也参加了。就是学习，不是说你今天学了以后学个一年结束了，是持续跟随老师学习，追随才能获得精髓，那不是开玩笑。
我们一三年也有很多弟子学了一年，觉得自己学会了，不学了，慢慢他的人生也就停止不前了。而像红娟这样的老弟子，跟随老师这多少年了，这都五六年了，还在不停的学习提升的寥寥无几。而这些人到最后都获得了大的成就。所以真的学习它不是说就学了就结束了，就像我当年追清晰学习一样，不是说看了他一本书上了他一个课结束了，是不停的看，不停的学，不停的上课，不停的跟他链接，是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追清晰，把他所有的精髓全学过来，而且把它践行出来。所以希望今天这个故事能够让你的心灵产生触动，也希望在网上所有听周老师音频，不管你是通过免费的方式在线上跟周老师学习，还是通过付费的方式走到线下跟周老师学习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必须得坚持。你不能说你听周老师音频听了一个多月你就想改变命运，那不可能。不是说你上了周老师一堂课就想改变命运，那不可能。持续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总会出成绩。希望今天周老师发自肺腑的这份大爱能够让你收到。我是周文强老师，我爱你如同爱自己，我渴望我们每一个粉丝周老师的每一个学生的成就都超越老师。感恩大家。